那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新增的个案，哈，大家也看到今天在桌上哈，那是郑和兰哈，他们送来的哈，送来的郁金香，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国王日嘛哈，也是他们的一个国庆日，哈，总共送了我们3999朵的玫瑰花，哦，希望能够哦郁金香，那当然也感谢哈，我们有跟他。好，捐赠的一些口罩，好，所以他特别表达他们的谢意哈。就像他们前两天我们也接到，好，德国卫生部的部长，好，来给我们一些感谢。我们也因应在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互助的精神哈，所以我们又推出这样的一个运动哈，护台湾助世界了哈。那当我们进入全民健保哈行动的快易通，好，那点选我们健康存折的图示，然后点选响应人道救援，按下我愿意。我们现在14天9片，那你觉得说我自己哈平常省吃俭用也够了，那我有余裕，那我愿意捐出来，好，所以是把这样的一个心意哈捐出来。